郎啊，让我去休息一会儿。大王，大王。姐姐，管他呢，我们喝酒，这种日子不多了。好，来，妹妹，我们干。如今在宫中的皇后不是我女儿妲己呀。什么？那她是谁？她是狐狸精变的呀。狐狸精，她真的是狐狸精？是他害死了王后吗？王后的嘴巴还挺硬，不给他加点重罚，他是绝不会自招的。大王，你就下令吧，蒋王后如果不招，就剜去他一只眼睛，哼，看他招不招。是他害死了我的两个王儿。大王，你是要你的儿子还是要我？你就决定吧。大王，留下你两个儿子是个祸根，他们是要为王后报仇的。是他害死了我的忠臣，是他害死了我的比干王叔。姐姐有救了，大王，朝中有位大臣，官居显位，位极人臣，他有七窍玲珑心，只怕此人舍不得。是谁？快说。丞相比干。这妖精害得我国破家亡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天不见，我红儿的棋艺是大有长进呢。啊，江王后，我被狐狸精所迷，害死了你，也害死了众多的忠臣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我成汤的列祖列宗。大王，你在这儿呢，王后正四处找你呢。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夜里我喝醉了，不知怎么跑到这儿就睡着了。我跟姐姐也喝醉了，醒来不见了你，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，急死我们了。现在
就只有你们两个人来关心我了。还用说吗？我不关心我的丈夫，还关心谁呢？嗯。可是，再恩爱的夫妻，也要分手了。凤仪官，大王有何吩咐？你替我在摘星楼设好宴席，我要跟王后和喜妹鉴别。大王，你大吉，天意是难以违背的，我们只好认命了。尤大夫，你要见大王？我想问问大王有什么打算？他准备怎么样？他让我准备盛宴，在摘星楼替王后鉴别。他准备投降？我看不会吧。那他打算怎么样呢？大王，摘星楼盛宴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通知王后吧。是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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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后，喜妹，坐。谢谢大王。你没事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大吉，我们数载夫妻，缘尽于此，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饮宴。大王。大吉，我一向对你怎么样？大王一向对我恩重如山，我虽然进宫稍迟，可是我也享尽了大王的恩泽。大王，你千万别离开我们呐！啊，是啊，就是死，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我们不能一道死。为什么？我们是恩爱夫妻呀。现在是国破家亡，恩爱夫妻也要分手了。我们不说这些了，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夜夫妻。来，我们尽情的喝酒吧。今天晚上我们要一直喝到天亮。明天，这儿就不是我们的了。
600年江山丧在我的手里，我一向自作聪明，可是不知道怎么会弄成这样子，一败涂地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失去江山？大王，你是知道的，是因为你身边没有一个忠臣，他们都背叛了你。他们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他们都背叛了我，就你们两个人对我好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，我们尽情的喝。喝。啊，师叔，我们在这里要守到什么时候？是啊，我们要拿下朝歌，只是举手之劳，何必要闷在这里呢？是时候了。师叔，那颗星就是纣王的星，已经坠下了，不出12个时辰我们就可以进城，武王也就可以就位了。太好了。妹妹，你们两个我们去，没有醉，快来再喝一杯。妹，来来，大子，大王，来喝呀！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大王，大王，好，叫你们跑！大王，你干什么呀？大王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你们这两个妖精，害得我国破家亡，今天我非杀了你们不可。不是我们害你，是你自己害你自己。是啊，你的荒淫好色难道是别人害你的吗？你姐姐，大王这次跟我们玩的是最新鲜最刺激的一次了。大王是吗？你们这两个妖精。大王，大王，我在这儿呢。大王，啊！你弄疼我了。大王，大王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妹妹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们不跟他玩了。我们走吧。是时候了。人必自毁方能毁之，这是顺应天意。纣王残暴无道，这就是自毁。有妖精逃走，杨戬、哪吒快追！是。在那儿追。
追。叩见女娲娘娘，奉娘娘之命迷惑纣王数载，现已功德圆满。现在杨戬哪吒追来，请娘娘解救。我命你们前去迷惑纣王，断送成汤天下，原是和上天气数。但你无端造孽，残杀生灵，荼毒忠烈，做尽坏事，实在是罪大于公。娘娘，成汤天下坚如铁桶江山，如果不杀掉他的忠臣猛将，成汤实难灭亡。你贪图享乐，犯下无数罪孽，难道敲骨验髓、剖腹验孕也与铁桶江山有关？今日你等造成民怨沸腾，必须以民间法纪处置，以平民愤。娘娘，不，你们的肉身正法之后再回深山修炼。原来女娲娘娘在此，我们正在追赶这两只妖精。我已经把他们抓住了，带回去叫姜子牙发落。是，娘娘。娘娘，杨公子，你就放了我们吧。啊！你这妖精还想作怪？杨大哥，把他们带回去，师叔还等着呢。走。跪下。我是苏护之女，蒙大王选为妃子，一切事宜皆由大王主持，我从不问国事，大王施政实在与我无关呢。是啊，你说你是苏护之女，这花言巧语能够迷惑别人，岂能瞒得过我？你是借妲己肉身造成万千罪恶，今日恶贯满盈，待武王即位之后立即斩首正法。杨戬、哪吒，先把他们囚禁起来。是。大王，事到如今，不如就开城投降了吧，这样还可给殷商带来一线生机啊。我会不听忠臣之言，被妖姬所惑，今日悔之晚矣。我乃成汤之大王，我不能辱祭历代的先王。你去在露台上给我准备好柴薪，我要与此楼同坟，以谢天下。大王，你去办吧。
历代先王，我错了，我只有以死谢天下，罪有应得。成汤数百年基业给我毁于一旦，我对不起成汤历代先王。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伺候我，点火吧。大王，臣侍候大王多年，蒙大王恩宠，粉身碎骨都难以报答，今怎敢以火焚烧大王？自叛逆围城至今，没有人听我的命令，忠实于我的只有你一个人，难道现在你也不听我的命令吗？臣不敢。好，那就快点火吧。大王，快点吧。大王，臣以死相报。师叔，你看，朝歌城内大火。照这个方位看来，是露台起火。哎，这是纣王以民脂民膏造的露台啊。嗯。报丞相，朝歌居民大开城门，说是欢迎周军。哦，这场火应该是纣王归天了。快去禀告武王，我们的大军立即开进朝歌。是。
祝我王继承大统，天下归心，泽其万民。姬发不才，得各位拥戴，自以国事为重，不敢稍怠。殷纣荒淫失政，今已自食其果，在露台焚毙。但其他宫人宗嗣皆属无罪，传令下去，不得波及无辜。是。今后各路诸侯各归其土，施行仁政，为民造福。是。相父，武王，请代行将纣王宫中之财帛及贪官之家财散发于国民，此乃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武王仁德，万民得享恩泽。将囚禁之箕子释放，官复原职。是。下令军士不准扰民，如有违者，杀无赦。是。武王仁政，万民悦服，但是有两人必须斩首，以正法纪，以慰臣民。哦，是谁？就是迷惑纣王以乱纲纪、惨毒无比的妲己和纣王妃子胡喜妹。既是罪大恶极，就由相父发令施行吧。好，就请东伯侯姜文焕监斩。是。杀妖精啊，来看呀、啊！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！杀了他！祸害殃民的东西，杀了他！该杀呀！往后，往后，别杀，别杀！往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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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！你怎么会杀我呢？你说话呀，你真的会杀我吗？不，不会，不会。那你就放了我吧。好，放了。住手！你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？快动手！去！哟，你怎么那么凶啊？就是嘛！你到现在还在作祟，幸亏丞相早有所料，给此法宝。朝歌，大事已定。明天我就要班师回西岐了。武王，朝歌也需有人主政监国。相父，你看何人能当此重任呢？箕子是殷商国亲，为人忠厚诚实，可以当此重任。相父之言正合我意呀、啊。上大夫箕子觐见。亡国之臣箕子参见武王。大夫免礼。谢武王。大夫乃成汤忠臣，理应由大夫出任朝歌监国，当行仁政，与民谋福啊。罪臣何德何能，实不敢当此重任。大夫乃成汤宗嗣，当仁不让，请不要推辞吧。不错，就请大夫出任朝歌监国吧。既是武王和江丞相信任，箕子只好从命。不过我实在能力有限，恐不能独当此重任。武王，就请李靖将军留在这里辅佐吧。好。李将军，臣在。你就留守朝歌，和箕子大夫共同监国吧。遵命。
大夫，我们的人搜遍了朝歌宫内，却找不到纣王的信物。御符经册不知落于何方啊？此事老臣也不知道，没有王朝信物，怎向臣民下令？商朝大夫尤嫔觐见。罪臣尤嫔拜见武王。你在商朝官属大夫之职。是。今日上朝有何事故？罪臣是来向武王献上纣王的信物，御符金册。你此举用意何在啊？纣王无道，天理难容，兴周灭纣，实乃天意。罪臣想在武王座下效劳，望武王恩准。相父，你看如何处置？尤嫔乃一谗臣，他说纣王无道，但纣王在位之时，他不但不忠言谏君，反而祸君乱政，陷害忠良。今日商纣灭亡，他又盗取御符金册，欲图献宝买官，其人可悲，其罪当诛。丞相，不必多言，收下他的御符金册，把他交给箕子上大夫。尤嫔收监，听候发落。武王，我走。好，朝歌之事，以后由箕子和李靖掌管。南宫将军，臣在。传令，明天班师回西岐。是。凯旋归来，实有赖于相父功劳。只可惜，战死的忠臣义士，未能与我们同享太平。这是天命所在，武王也不必过于为已死的人伤怀。现在大事已定，老臣也要执行天命，去主持封神榜了。今奉太上元始敕命，诸神循序进入封神榜。文王长子姬伯邑考，大夫赎罪，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，封为中天北极紫薇大帝。黄飞虎封为五岳之首，令加封执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狱。文仲位极人臣，贞烈可悯，封为雷部正神。苏护封为东斗星君，比干封为文曲星，窦荣封为武曲星，苏全忠封为破军星。
赏荣封为玉堂星。纣王封为天喜星。火灵圣母封为火府星。土星尊封为土府星。申公豹封你为分水将军，朝观日出，暮转天河，快谢恩去吧。姜子牙，纵然我申公豹不能成正果，也不能享受荣华富贵，但我是一个神仙。可你呢？你百年之后已没有神仙好疯了。江上难道是为了自己的荣华，为了自己的神位下山的吗？师父，弟子江上奉命封神已毕，大身边物归原主，承还师父。江上，人间沧桑，任重而道远，大身边还留在你手中，你虽没有神位，却可管辖诸神，只要你姜太公在，就百无禁忌了。多谢师父，我愿永守天门，使天下百姓自由自在，永享太平。我愿永守天门，使天下百姓永享太平。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，功名利禄全抛下，让百世穿梭，神的逍遥，我本只虚度在世间潇洒。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，功名利禄全抛下，让百世穿梭，神的逍遥，世间潇洒。告别不休的征战，告别不息的厮杀，告别不休的征战，告别不息的厮杀，用血泪换一个千古神话。神话。